喵喵喵欢迎收睇猫 TV， 我系你嘅主播闪电猫。今日呢一次新闻系想讲下点样样可以成为我哋嘅小记者。我哋有请 Mighty 哥哥讲下器材点样样用啦。Hello， 我系 Mighty 哥哥，欢迎大家嚟到我嘅录影厂啦。今日咧就讲解一下咧，你做小记者嘅时候要啲咩器材啦。咁好簡單嘅啫，首先要電話一部，跟住加朋友一個，再加個朋友一定要有電話一部啦，再加耳筒，而個耳筒咧就係有得講嘢嘅耳筒嚟嘅。咁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有一部相機啦，或者一部手機啦，一部機就攞嚟拍影片，因為咧你訪問嘅時候咧收音會比較差，環境比較嘈雜，所以咧你就可以用呢一個。平時講電話嘅電話線，另外一個同學仔咧就係訪問嘅記者啦。只要咧你開咗 Apps， 任何一個錄音功能嘅 Apps 咧都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噶啦。錄音好，譬如 iPhone 你就開個錄音機啦，跟住只要咧你撳錄音。你講嘢嘅時候咧，呢度就會收得到音啦。咁將呢個音源夾翻落去影片嗰度咧，你就可以做一個好靚聲嘅一個影片嘅製作訪問噶啦。咁咧，希望呢個會幫到你啦。咁如果你哋唔識得剪片嘅話咧，你可以將音源嘅檔案啦，同埋影片嘅檔案咧 send 俾我哋，我哋就會幫你剪接好咧，就放喺貓 TV 貓新聞裏邊噶啦。多謝曬大家，唔該曬 Mighty 哥哥。如果你哋都想成為我哋嘅小記者，你就可以將你嘅採訪片段 email 到呢個地址度，我哋咧可以幫你做埋剪接，放喺我哋嘅貓 TV 嗰一度啦。記得將你嘅姓名放埋落去，因為我哋最後都會話呢條片咧係由你去所拍製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而你可以訪問嘅嘢係無窮無盡嘅嘢，又或者啱啱5月2日嘅新聞講緊母語。你都可以訪問下你嘅同學，覺得母語係啲咩嘢嚟㗎？多謝收看貓 TV 貓新聞，我係你嘅主播閃電貓，拜拜。